前魔术活塞主教练斯坦范甘迪接受奥兰多哨兵报采访，谈到昔日弟子德怀特霍华德，他很长时间都是联盟最佳中锋，他仍然很棒，但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，这一点都不有趣。问题在于不光是德怀特，大个子现在都要面临艰难的挑战，现在人人都希望中锋跑动防守防挡拆护框抢篮板，进攻端就是打挡拆空接，德怀特霍华德在这些领域可能比谁都强，问题是他们想要的更多，他们想回到过去，让队友们累球到低位，打他们自己的比赛风格。我能理解你很出色，想展示自己的能力，但比赛已经改变了，这对中锋是很困难的调整。我不认为他们已经被淘汰了，因为他们还是很有效率，只是心态问题，不是应人们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。